在越南，我在胡志明的第一高楼，准备给你们拍下这边的城市的俯瞰。走，这里有个游艇，他在干嘛？很厉害。这边呀，是一共有80几层的越南第一高楼，也是胡志明的第一高楼，给你们拍一下，俯瞰一下这个胡志明市，大概是什么情况？很多人没有来过这边，不知道这边的一个城市建设怎么样，给你们拍一下，你们啊就有个基本的印象了。这是81，是本地一个地标。81楼，意思啊，就是这个楼可能有81层。我现在不是在81层，我现在是在50多层，但是景观差不多，是可以俯瞰整个胡志明市。房间，再去拍一下，这边啊已经被挡住了。